阿嬷陪我玩。哦，乖哦。妈妈，阿嬷怎么整天看着外面不讲话？阿嬷在等爷爷回来啊。爷爷在哪里？爷爷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啊。等我回来娶你。一直以为日以继夜的望着远方，就能盼到你出现，但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。原来你留下的温暖一直都在我身边，终于我也不再等你了。